我们这个桃树可能有七八百年了嘛。我们以前就是这个桃树底下工作嘛，没想到我们现在每年都收入比较好。明年三四月份，我们这个桃花全部要开了嘛，天上星星一样的，我们心里面也高兴。 我们这个桃花呢，它是自然长的嘛。我们保护它，就是要保护发展。绿水青山，就是金山银山。